不是在偷看你的东西，我也不是在调查你。但不过，因为看到我不应该看到的东西，既然你无法度从这个彩屏放下去，那我就变掉。小妹，小妹，你是未到二娘王这里了，起来说你。你想到底？你这样子我请你的衫呢，跟着你的白用夹出来。如果你在台上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你应该打电话给我二哥啊，你哪个老了完嘞？啊，是啊，你温和的，有人暗中将他冲掉，啊，叫的人，啊，这个你准备打算怎么杀他？是不？我不会，真不。现在不会改这段告，叫我处理。我讲告这就好。再见，还有一个是非曲直，是啥个唔对？未当办案乱乱来，等来遐尼久啊，逐天咧无闲公司的代志啊，从来唔知吼，咱台湾上头搞这文化，什么款事？好一个来吼，放下情商嘛。啊，你这个因为你发展来上不输，注重的是专业甲领域，讲需要是酒店，甲人博感情，是怎样讲？怕人讲挂保证，绝对错。不管是民事，还是刑事。我当然那个是咱们控制位，啊，你讲哦。有你得罪啊！啊，你也不出声，我也袂讲硬挨冻去啊！你那个时候会吵啥物啊？我是讲开车危险嘛，我坐到一间厝内，过来啊！你人工赚才八十平啊，你啊，规间厝啊，两间上千，我你那先生要搬，就是咱们这个讲好不好？你要爱老嘞，下当去爱伦，带因去拖礼拜，啊，你就老嘞啦！爱我老嘞，不是用这种方法，我是爱恁尊重我决定。公路，送阮的离开。